当我妈第一次看秀才时，她的妈，反应。我给你看一个好看的。你搜索这个名字叫秀才。秀才遇到兵。对，秀才遇到兵的秀才。你有没有刷过？没有。你没有刷过啊？特别火，你看一下。对啊，就他。你觉得他很帅吗？一不那么帅吗 ？Later。此刻我又发出了灵魂拷问，怎么样？帅呆了。你是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好？和你 Q 才是很真实的，今天动作也比较过瘾。你别给我爸听见啊。就很突然。怎么了？少唱一点啊。到了没？再唱。在房间里的我。听到了吗？你看秀才看上你了，老妈。